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终极任务，还有可以让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得到这份定制的心意，大家可以一起来挑战。来，请上道具。哇哦，大哥，我天哪，我的天哪，这么大，哇塞。正如这首歌的歌名《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我们今天在黄河边要迎来的终极挑战，就是在场的九十九个人共同完成同心击鼓66下。这个大鼓大家只要原地击球就可以了，就是不要求大家有位移，我们不做距离上的要求，只统计个数。多少个？66个。66个。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各行各业的跟大家一起共同完成挑战的市民代表，有请水上搜救牌的老朋友们，有请。我们的联络员来了吗？来了来了。出版行业的朋友们，欢迎欢迎。兰州歌舞剧院大梦敦煌剧组的演员朋友们，欢迎欢迎。再次请出我们所有蓝氏集团的工人朋友们，欢迎欢迎。好多人啊。咱们其实做过很多次这种集体的运动，我记得在河南吧，好像也有一次那个300人跳绳。所以今天大家又一次跟我们做这样的集体活动，其实是特别燃的。大家有没有信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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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有没有？接下来给大家40分钟的练习时间，如果你们觉得练习好了，可以随时举手示意开始挑战。好，我们直接开始挑战。真的假的？我们现在先把男生跟女生各一半的分开，好不好？两边岔开，站成一圈，圈大一点，圈大一点。我们先把鼓拉起来看看吧。好，我们先一起把鼓拉起来看看。哇哦！哇哦！哇哦！来了，来了！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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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了，要不了，要不了，先不要了。来，我们先让他这个鼓弹起来，点起来。轻一点，轻一点。我觉得可能不能太用力，不能让鼓砸到地，至少。啊，那再低点，我用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拉紧之后呢，稍微有一点这种前后左右的微调，就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那种。就是99个大闸蟹是吧？对。咱们这次要不要走一条试一次？可以啊，先找找感觉。好，走。太高太高太高，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往右一点。6、7，小碎步啊，8，小碎步。9，好好，别动。10，往右一点。哎，左边左边。中间，往右一点。10、11，啊，11，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要有一个人指挥，因为有一个人可以告诉大家往那边一点，往这边一点，还是往这边一点。我呀，我刚指挥了，没听见。听不到的，你得站在那儿给大家比手势才行。那是不是得站到上面一点？那个人最好的一个位置，大家都能看到，就是他站在鼓上。然后那个人脑袋顶着
球，这个不行，有骨破了，你像蒙在鼓里啊。然后陈哥，你拿喇叭，这样大家听得清楚了吧？漂亮，我上去给你们看一眼啊，试试行不行？来，准备。等一下，哪里是哪里？我来手看手啊，谁不会看你？谁看你？喂，要看球啊！好，那我这么说，谁看你？我这么说，沙溢方向。好，好吧，那这边就是老秦的方向，那边是 baby 的方向，这边是白鹿的方向，然后这边是郑凯的方向。我给大家举，大家能记住吗？好，来准备，准备，切切切。好，二三，哎，沙溢方向，沙溢方向，往那一点，往那一点，沙溢方向，沙溢方向，还往这儿，哎哎哎，咱们是在玩拔河吗？哎，我有个问题啊，那个球啊一直都是往那边走的，所以那边是劲儿小的，这边是劲儿太大了。什么？那咱们这边都是搜救队的，那劲儿能小得了吗？你看看。所以搜救队的两个去那边，跟那边两个女生换一下，换过来，对，这样平均一下。好，可以了，准备起鼓，走。哎，等一下，不对了，不对了，还有我来换人吧，你们俩跟我来。好，你俩跟我来。哎，姐姐，你去那边一个，你也去那边一个吧。对，你到那边去。然后你往我这边走一点。准备。左一点，左一点。不行。沙溢方向，沙溢方向。不行。等一下，我再调一下位置。您得稍微站过来一点点。对，这里密一点，站密一点。那边人站得太密了，所以力气就大。对，往那边走一点。站，你们可以稍微站松一点，这边。准备好了吗？往这儿，小碎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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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白鹿。不行。白鹿方向，沙溢方向。好。13、14了。哎，站的稍微平均一点，这边站的很密集，这边有点稀疏。准备开始。1、2，很好。4、5，6，那边。白鹿方向。对。白鹿方向。哎呀，为啥呀？要不然那个，我找个女生上来指挥吧。我下去，我这把的力气不使劲儿，我觉得难受。对呀，我这不使劲儿不合适啊。来，起。来，1、2、3，起鼓。好，来起。OK， 走。好，1、2、3、4、5、6、7、8、9、10、11、12。往前，往陈哥那去。钱啊！起，往凯哥那一点。挤了。好。挤了。好，哎，再往陈哥那一点。好。挤了。好，挤得了，够了。哎，陈哥长。陈哥长。好。3、1。陈哥长，轻点。3、3、3、4。再往陈哥长。3、6、3、7、3、8。很棒啊！就快成功了！来，预备，起鼓，拉，
二，别着急，别着急。三，四，好，往前钻的。六，七，八，往前钻的。九，十，好，停。十一，十二。二八，再往前，再往前。九，好好好。三十，三一，三。没关系啊，放心，今天剧组管饭，别着急。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五。十七，十八，十九。不免就没力了，要不要歇一下？休息五分钟，休息会儿吧。休息五分钟，休息五分钟，休息，休息一下吧。原地休息五分钟。如果你们觉得想商量一会儿，再商量一会儿；如果累了，随时可以休息去吃饭。行，行，好，你们一起考虑。那，咱们这样啊，咱们先挑战一次，然后大家的饭也都来了。像如果成功了呢，咱就成功了；要不成功，咱们休息休息，吃个饭再来一次，好不好？同意同意。好吧，就这一次，咱们先挑战一次啊！加油，加油，加油啊！不要害怕，大胆的走，大胆的走都没关系。就快成功了啊，五十都来了，六十还远吗？好，预备，拉一拉拉，二三四五六，起，往陈关上去。停！往后退！别怕太多。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不行，没位置了。这边高一点，四十。这边高一点，往沙溢那边走。
玩那么多项目，我最喜欢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参与的这种项目，就是人多的时候啊，真的有那种一定要赢的那种燃的那种感觉。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环节，有这么多99个人一起，啊，刚才真的是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很想赢。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都在磨合那个默契，到最后一把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彼此那个点，然后有一个拧成一股绳的那个劲儿。做完66个之后呢，大家都没有任何商量，然后所有的人都在挑战更高的难度。100个，加我，一定会成功的，只是时间问题。今天最后成功的时候，我也是小小的泪目了一下，这样的画面曾经在跑男7-8年的录制当中出现过几次，今天就是其中的一次。今天这个项目跟我比较契合吧，属于那种体育类的，然后我也感受到大家那种奥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强，还有一个是更团结。我就今天来录制，这种感觉就一个体验，中国人是最团结的。我觉得大家在一起，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就战无不胜。怎么说呢，建党100周年，刚好我们做了一个100次的这么一个颠球，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